再来，我们的目光聚集到乌克兰，因为在这边呢发生一起惊险的意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先来看到，其实这个希腊的总理米佐塔基斯呢来见了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哦，而且他们挑的地方就是在靠近黑海的港口城市当中呢，大家觉得非常特别的是聊了什么？第一个还是跟黑海的安全有关系，他们希望可以扩大黑海的安全空间之外，同时也来视察俄罗斯在这边袭击的建筑，而且呢，在过去的岁月当中，俄罗斯也对这个城市其实频频的袭击，但这一次的惊险场面是出现在此时此刻的是俄罗斯的飞弹落在包括是泽伦斯基，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希腊总理的车队500公尺外，而且呢，当然非常惊险，总共造成了5人死亡，多人受伤。但是呢，这样子的攻击行动，看在泽伦斯基眼里，还有希腊的总理眼里，当然是非常的夸张。像是泽伦斯基就批评莫斯科说：“你是疯了吗？你怎么完全不在乎当地的平民百姓的性命，还有外国政要的性命？而且很有可能会踩到国际上的相关红线。”但是我们要再来看到，其实以整个俄乌战场上来说，现在冬天已经准备要慢慢过去了，乌克兰似乎也在策划下一步的大反攻，尤其大家都很好奇，这个乌克兰的陆军司令也是总指挥官帕夫柳克到底要怎么做？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乌克兰在之前呢，其实有一波这个军事的高层换血的状况，他在2月11号正式上任，差不多到现在已经1个月过去了，他会怎么样来重整乌克兰在俄乌战场上的一个进攻的态势呢？他是这样说的，他会很快的来稳定整个战场形势，而且部队也会采取积极行动，希望可以在俄乌战场上争取了主动权，掌握主动权。而且接下来他要做的是整顿修复部队，而且在今年就要发动所谓的反攻任务，就是希望可以在俄乌战场上再把这个控制权给拿回来。深夜大楼窗户窜出火舌，消防队员洒水灌救，俄军24小时内对乌克兰东北部苏米州发动19起飞弹及无人机攻击。Як шарахнуло, так горіло по землі, все горіло. Я думала, тут вообще все загориться. 南部港城奥德萨也被俄军轰炸，造成5死多人受伤。而且当时泽伦斯基正与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会面，俄罗斯飞弹就落在2人车队500公尺外，差一点就打中。And as they were about to get into their cars, that then the explosion was heard. You mentioned that Volodymyr Zelensky said that he could not only hear the explosion, but even see the missile, showing how close all of this is. 泽伦斯基痛批俄罗斯根本不关心攻击目标，简直是疯了。莫斯科则说他们击中的是港口区一座海上无人艇设施。All of this comes only a day after the Ukrainians say that they sank a Russian warship using such drones. 由于前线严重缺弹，乌军越来越依赖无人机，现在还打造新款海上无人艇 C-Baby。 І завдання саме таких дронів і досягти військові об'єкти в Чорному морі, які знаходяться недалеко від берегової лінії, системи їхньої протиповітряної оборони і багато чого іншого. 乌克兰金融机构已经募到2.6亿台币，投入打造35架 C-Baby 海上无人艇，只待一声令下就可以专门对付俄军黑海舰队。 TVBS 新闻综合报道。看完黑海，我们再来关心到红海还有中东局势。我们先来聚焦在加萨这个地方哦，加萨地区呢，尤其是这个持续的被轰炸当中，以色列军队多点轰炸加萨，至少到现在，光是在应该说在6号这一天呢，至少有41个人死亡。根据巴勒斯坦电视台的这个提供的数据跟报道，尤其这一件事情是在中部的瓦迪加扎河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救援物资的领取点。当然，其实现在加沙地区很多人肚子都非常饿，因为物资是非常缺乏的。但没有想到，就在领取物资的时候呢，以色列军队竟然对着他们进行攻击，至少造成了7个人死亡，14个人受伤。而且呢，当然是让人觉得非常难过。还有其他的地方，像是在南部的甘尤尼斯，至少29人死亡；还有中部的努斯莱特难民营，也至少因为冲突发生了5人死亡的意外哦。尤其是甘尤尼斯在这边，其实它的轰炸是非常明显而且非常密集的。再来，我们要来看到，其实以加萨地区来说，从以哈冲突发生到现在，至少已经超过了3万人死亡，当然让大家觉得非常惋惜。但是呢，以中东局势来说，大家更关注的是红海有没有可能导致冲突进一步升温呢？尤其 BBC 的消息说，其实也门叛军的青年运动组织呢，弹袭了亚丁湾的船舶，也造成了大火。在这一次的攻击行动当中，非常特别的是，第一次有人因此身亡，而且在这一次的意外当中，至少造成了3人死亡、4人受伤。这是一个8倍多的商船，叫 True Confidence。那包括是原本要从沙烏地阿拉伯前往中国的连云港，没有想到就在红海航道的时候遭到了攻击哦。上面有什么？除了有这些船员20多名弃船逃生，遇到这个炮击的状况之外呢，上面还有非常多的物资，像是钢铁的产品，还有卡车等等。但是，其实在这一次的攻击行动当中，非常吊诡的是，因为呢，根据青年运动这个叛军组织的说法说，曾经以无线电示警，但是被无视，而且包括商船上面其实也说过，曾经接到了也门这个相关组织的提醒跟警告，但是他们还来不及做任何的反应，周边就已经发生了爆炸情况。而美国针对这样的攻击行动，当然是谴责的，包括美国跟英国都是如此抱持一个谴责态度，甚至呢，其实美国也说发动2个攻击，击中了红海港市，而且还有这个荷台达国际机场。但是其实现在国际也希望红海的局势可以稍稍降温，否则会影响更多的航运船只。货柜冒出浓浓黑烟，印度海军人员登上货船协助船员洒水灭火。但在红海海域遭到也门胡塞组织攻击的，并不只有这艘商船。At least 2 crew members have been killed in a Houthi attack on a ship in the Gulf of Aden, first fatalities since the Houthis began targeting ships in the Red Sea. 从公布的照片就可以看到，货船前端冒出浓浓烟雾。挂上8倍多国旗的货轮，周三上午行经红海时，收到自称也门海军的命令，要求货轮改变航道。在拒绝后，就遭到飞弹攻击，导致货轮起火燃烧，造成3死4伤。في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عملية استهداف لسفينة ترو كونفيدنس الأمريكية。胡塞组织也出面证实是他们动的手，并且再一次放话，只要以色列在加萨不停火，袭击行动就不会停止。由伊朗在背后撑腰，胡塞组织从去年起就在红海海域不停攻击欧美商船。面对首度有人死伤，美国公开谴责暴力行径。And so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hold the Houthis accountable for their attacks, which have not just disrupted international commerce, not just disrupted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and not just endangered seafarers, but now tragically killed a number of them. 这次袭击是胡塞组织2天内第5度发射飞弹。尽管有英美军舰护航商船通过红海，但显然还是会有疏漏，也让这条国际贸易繁忙的航路危险性依旧非常高。TVBS 新闻综合报道。再来，我们来看到朝鲜半岛现在呢，美韩2国都在这边举行了联合军演，从3月4号一路到3月8号。但是呢，这样子的联合军演，看在朝鲜的眼里，当然是非常的北韩的眼里当然是非常不满，他们是怎么说的？他说把这一次的演习定调是战争预演，而且呢，警告要付出严重代价。果然，其实在这2天，包括北韩就大秀了军事肌肉。金正恩去了哪里？去了西部前线的重要作战基地，而且也释放出了很多的影像。当中这个让大家有特别多的联想跟讨论，就是他举起了 AK-74 步枪，而且做出了瞄准动作。而且在这次的视察过程当中，也跟其他的高阶的军事将领来合照，甚至也要求军方说要有压制性的力量，抵制、牵制敌方的威胁和压制任何有可能引发战争的挑衅企图，甚至也要强化应对战争的实战训练。当然，这样子的消息，还有这样的影像释出，会让大家特别有更多的联想空间。那南韩的韩联社就说了，其实从这一些的相关的影像跟资讯来看的话，北韩军队正在进行的是占领、监视哨所，还有突破一般前哨的训练。而且在这当中，他们也说了，动员的装备并不是新型武器。但是针对这件部分哦，南韩也是强硬表态说，如果真的北韩进犯的话，会采取一个及时、强烈而且奋战到底的一个反击态度，但是我们持续来关心到是美韩的自由护盾军演，在这边当然有非常多的演练项目，其中有一个就是模拟，如果南韩受到了恐怖攻击的话，如果相关的恐怖人员进入到了电视台，该如何应对？两名男子全身包紧紧，突然掏出步枪和警卫扭打。原来这是美韩自由护盾联合演习，模拟电视台遭到恐怖攻击。 南韩军官尝试和假装挟持电视台的恐怖嫌犯对话，但谈判破裂。特种部队带着军犬马上从直升机垂降，地面部队则爆破玻璃进入，最后成功营救人质，制服恐怖分子。수도서울이라는국가중요시설이밀집된지역에서테러드론폭발등다중위험상황에대해서 不止攻坚行动，这场演习也出动干扰设备，演练击坠恐怖分子无人机。이번훈련에는육군52사단과함께특전사경찰과소방등9개기관의360여 명이참가했습니다今年自由护盾春季演训规模空前，其中一个环节模拟 F-16K 战机拦截来自北方的飞机和巡弋飞弹，针对性强，惹得北韩不高兴。미국과대한민국은 자기들의 그릇된 선택이 가져올 안보 불안을 각일각 심각한 수준에서 체감하는 것으로서 응분의 대가를 치르게 될 것이다. 北韩官媒甚至公布领导人金正恩拿着疑似 AK-74 步枪专心瞄准的照片。김 위원장은 어제 북한군 서부지구 중요 작전 훈련 기지를 방문한 자리에서 전투 능력을 비약적으로 제고하기 위한 실전 훈련을 끊임없이 강화해야 한다고 주문했습니다. 加强作战准备。金正恩从去年讲到今年，南北韩紧张局势居高不下。TVBS 新闻综合报道。 TVBS 新闻直播回到 YouTube 频道了，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划重点，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